如果你不知道想要投给谁，也不想要研究什么政见，对，累的话，累的话你就看，哎，有没有刚好你的选区有十大政没有中的。选举进入倒数，很多人似乎还拿不定主意。网络红人蔡雅嘎就推出一支影片，评选出十大政妹市议员候选人。第五名，是我们的台中第七选区，我们南屯区的吴佩瑜。看大头佛一打一唱，蔡雅嘎这一份十大政妹名单曝光，就有好多网友纷纷在下方留言，抛出自己选区的美女候选人和大家分享。而名单上包括桃园市议员候选人朱贞瑶、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高嘉瑜都榜上有名。第一名就是我们新竹市第二选区的施乃如。实际找到施乃如本人，对于自己被票选为第一名，他有什么样的感想呢？那所以当下还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当下就说，当下就是吓一跳啊，然后就看了一下，赶快看一下他到底挑了哪些照片。不过这支影片中似乎有候选人的资料出现错误了，我真的是吓坏了。他应该是我们这里面哦年纪最大的、哦，他66名次，哇，66名次，我数一下他几岁了。66几岁？42岁。不断大呼不敢相信，高嘉瑜已经42岁。虽然得到第二名的殊荣，高嘉瑜也在脸书上小小po文喊冤，和蔡雅嘎喊话自己根本不到40岁，也让自己意外再度成为外界关注的话题人物。都在新闻地方中心新竹报道。